Oxygen。 感谢推广华语理事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记得华文华语多用就可以。小胖哥哥你在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哥哥。我今天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V。Hi everybody, I am V。因为你可以叫我 V 姐姐。嗯，最近如何？OK 啊，很好啊。我们正在筹备 Stella V 的专辑，所以小朋友们如果想要听好听的流行歌曲，华文流行歌曲，请听 Stella V 的歌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个影片，看他问一下什么问题。好的哟。小胖哥哥你在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呼吸吗？对，小朋友就是会问这种问题。对，你觉得他们会这样回答？因为你不呼吸你会死啦。让我来给你一个答案。哦哦哦哦，OK。哇，很长。小妹妹，我要回答你答案哦，请注意听。长话短说呢，呼吸就是让你吸收氧气，然后氧气去到你全身，让你全部的身体可以运作。So you can move your hands,、move your neck。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小小的东西，小的东西，比如说细胞都需要氧气，对，才可以，他们也需要呼吸。对，氧气叫做什么？小妹妹 ，oxygen。O X Y。oxygen。G E N。其实我们这里有做了一个影片。嗯，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吗？这是阿伯，他看到龙沟，他看到垃圾堆，他走进电梯，他看到僵尸。那个阿伯很没有礼貌。为什么？他刚刚在电梯里面是这样子，那放屁的人会很尴尬。假如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来教你怎么做。来，你讲讲，你再放屁。我就以这个咳嗽吐气的方式快点就是越过到了我的那个楼层，一开门我就快点冲出去，不会很明显说我其实在闻到了他的屁的味道。哇、这很厉害，这真的很厉害的。我没有想过。对就是用肚子呼吸。对，运动呢，运动是怎样呼吸你知道吗？应该是用力的时候吐气。对，因为你不可能举重的时候那个人这样。对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看很多，如果你去健身房，你会听到很多哥哥们他们运动的时候都是，出力的时候就吐，对，所以他们使的力比较强大。对，还有打网球的时候，他们也是会啊。女生打网球的可能啊，男生应该不是这样的声音。对，出力都会发出声音。哦，其实这个跟唱歌有点一样，就是说当你喝的时候，肚子会抖一下，会出一下，因为你在用那个丹田的力在顶。对嘛，所以其实都有关联的。对，呼吸跟运动啊，睡觉都有关联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玩一个小游戏，看。谁可以憋气最久 ？Go！ 现在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吗？洗脸是不是？对了，就是把整个脸放在盆子里。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哎，你如果不弄我笑，我其实可以弄很久哎。我笑，我其实可以搭很久哎。我一进去，我的鼻子就动到下面那个盆子里的那个。为什么会不会太尖？所以小妹妹知道了吧？小妹妹你知道了吧？人是不能不呼吸的。对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。然后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然后，假如有任何的一些留言的话，请在底下留言，或者是有更多问题想要问小胖哥哥或者是 V 姐姐的话，请。留言让知识渊博的哥哥小胖哥哥来回答你的问题。拜拜。
Papa, will I really become strong like the tree one day? What do you think?